怎么撒顿起花俩哈？哎，这么从亲家那里呢退婚啊？花俩哈就是努尔哈赤跟那个长叔呢就是退婚了啊。白银达里割力刮俩飞，白银达里又改变心意啊，刮俩飞。该墓壁什么？娶亲啊，该墓壁就是娶，啊，那个崩壁就是给女儿，就是嫁女儿啊，这个就是娶女儿啊，不是娶媳妇儿啊，什么给苏热河啊，就这么说了的，说好了的，萨尔干波该哈库，这么说好了的这个女子啊，被没娶啊，这个该啊，就是这干壁就是娶亲。娶媳妇儿，这个哈库呢，就是 didn't，就是没发生，没娶这个努尔哈赤的女儿。哦吼，忙也啊，就这么着之后，苏热捆都伦汗，从而恭敬汗，狠毒摸说了，巴音达里，你西一喝一额腾一方得。叶赫的强大的这个时候，纳林布鲁德达菲，你呢帮这个纳林布鲁，这个德呢就告诉你这个对象哈，民德卓哲尔给戳哈几赫，对我呢两次来兵，来兵干啥？肯定是侵犯呐，打仗呐。西米尼追波干毕。你我的女儿把娶，你把我的女儿娶，好，什么给苏热费啊？这么说了的，这个费呢？之后啊，之后呢又干啥？割力埃努无度瓜俩卡，又为何如此变心？什么狠毒喝？这么说了，Mangi 之后，巴音那里狠毒摸。白银达里又说：“米尼耶赫德比希热追我的，在耶赫的啊存在的啊，就是有的啊，我在耶赫那地方的追啊，这个应该是儿子了啊。波巴哈把这个儿子呢拿回来，蒙给之后呢，西尼追波该飞，你的女儿把娶。”我就再娶你的女儿，西尼以其欧洲罗斯莫给苏热莫，你的以其就是你的边儿 your side 啊，我就站在你那边上，欧洲罗就是会啊，我就会跟你站在一起啊，斯莫给苏热莫啊，就这么说了。那如果说文雅一点呢，就是我就会跟你去结盟。